给大家表演个忍者蹲。如果你的数学老师这样来上课，为什么你们拍的忍者蹲都那么帅，我拍的像是在蹲坑。你们到底是怎么蹲的？原来是要把镜子扛上天台。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我都蹲了一个小时了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对镜蹲很火，我也想来试试。No, God, please, no! 再换个镜子试试。恐怕全网只有我拍这个视频把镜子踩碎了吧。当你的男朋友这样来见你，都蹲完了吧，该我蹲了。最近忍者蹲好像很火，所以我也来试试了。先找好自己最好看的角度，角度找好了，开始表演。谁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蹲的？我真的好难，不管了。今天挑战忍者蹲。我也想来试试。